新闻一开始来看，河滨县学校一号早起举行新社林校长的告捷典礼，家长会长黄淑琴担任着监教人，伫咧众嘉宾的见证之下，社林校长吴新宏甲新任的校长许宏宪两个人告捷应信，典礼是温馨隆重。国立河滨县学校一号上午举行新社林校长告捷典礼，原校长吴新宏将转任国立托考上岗，将由原国立屏东特教学校的许宏宪校长来担任河滨县学校的新校长。和美实验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普特融合的特殊教育学校，未来希望可以发挥我们融合教育的精神，让我们所有的学校都成为具有爱的学校。谢谢。高教典礼现场嘉宾分析，由家长会长吴淑琴担任监教人。在所有嘉宾的见证之下，吴新宏校长将应信交予新任的许宏宪校长。我要感谢新宏校长这六年来对和美实验学校的付出与贡献，你的能力与认真值得我们肯定。在这么优秀的校长，虽然要容忍到我们的土库上工，我们都非常的不舍，但是不舍也是要祝福我们校长，希望他在未来的学校效益昌隆，一切顺遂。接任的洪宪校长，他来接任我们和美实验学校这个重大的责任，相信洪宪校长的带领之下，一定会创造出幸福优质的校园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创更美好的和美实验学校。许宏宪校长指出，河滨县学校是国内唯一的普特融合教育校园，未来将会努力校步发展，营造融合教育的优胜环境，充分发挥河滨县学校的光点。大中华新闻叶宏武河滨采访报道。